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这场。这场我们用的是西蒙利、维达尔，队友是查迪利，对面是一台狼王和重装。哎，有一些最近刚入坑的这个萌新啊，就觉得奇怪，不是说 PS 最近有新作了吗？怎么没见过你这台机啊？给萌新解答一下，这台机是高达 VS 最新作街机版才有的机体 ，PS 版是没有的。所以说告诉大家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玩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。这边直接一个横特鲁过去，再接一个恩哥全套。钢钉收尾，谁让你躲不开呢？这大概就是三流技师的心理阴影。这边我们看到重装被打断了，直接两个阿赖耶师冲上去啊！我相信这个重装啊，他肯定是懵逼的。我上一秒还看你在地图另一头呢，下一秒就呼我脸上了。这就是游戏化了 UP 主的车速吗？两套格斗直接把这个重装带走，连队友都拍着我的后背给我点赞。结果这个重装啊，他下一条命落得非常不是地方，直接一上来就被我们两个包围了。对面狼王估计看着也非常无语啊，本来说要重整旗鼓啊，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来。话说这个西蒙利、维达尔和狼王啊，虽然说是铁血二分四两台最强机体吧，但全剧横是没对上，只能让玩家在游戏里打。本来以为一套打中了，结果狼王一个尾刃啊，一转攻势，我去，三明，你这什么剑法，有点快啊！这时候狼王觉醒，重装也觉醒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一个盾冲格撸上去，直接一个钢钉收掉，阿雷。不管了，杀！残忍の余裕はできているか？条件は揃った。ならば答えは一つだ。我他妈直接自爆。